也是根据粉丝热评提炼关键词，唱出合适的歌曲。哥哥每天好忙啊，不像我，每天只会想哥哥，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好。没关系的哥哥，真的没关系的哥哥，就让我独自想哥哥吧。哥哥吧，好多哥哥呀，我不说大哥好多年。醒来发现自己和你的偶像吴彦祖互换了身体，第一件想做的事情，吓死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一觉醒来你偶像躺你旁边，吴彦祖躺我旁边，那我也觉得怪怪的。 OK， 你说和吴彦祖互换了身体，把我的自己的这个微信给加上好了。 OK， 那某一天周柯宇的锁骨粉和肌肉粉 PK， 你觉得谁能胜出？